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《我是收集狂》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尤世。你参加很久了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之前都没有。都没有。那会紧张吗？会啊，会紧张，会紧张。你是参加哪个项目呢？我公开、新秀都有，那都70件。那没有明天的健体？没有。怎么会喜欢健身？兴趣吧。我19岁就开始有这个兴趣，然后就开始健身。你从19岁开始？对，我现在25岁。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嘛，所以你目前有哪个部分还没有练好、准备好？其实我就是一个经验呢，我觉得就是想要比比看，对，所以准备的话就是比较算比较随性。那因为有可能会晋级到决赛，所以你自己会进到前5吗？我觉得有可能，对，但是还是要拼一下。所以也可能会拿到冠军。想认识更多的肌肉天才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或频道哦。